方谷家族的沉浮史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与拼搏精神。一位盐商的经商之道，体现了中国商人的诚信与正义品质，大义大爱令人敬仰，大悲大喜荡气回肠。商道有缘，商道有爱，商道有义，商道天问。你干什么？你好，我找一下你们的高桥所长。高桥所长今天没有时间会客。现在呢，有时间吗？哟，有，太有了。哎，请。请。请。不久的将来，我相信我们朱家也一定会有一所江州最豪华的庭院。请。所长，一位姓朱的先生来了。高桥所长您好，我是四季春杨浩。稍等。年轻人，你是？高桥所长您好，我是四季春杨浩的朱春华。哦，这下可好了。可以吗？请。黑先白后，朱先生请。气吗？是这样吗，朱先生？高桥所长，下次吧，等下次我一定赢你。下一次。啊，从今天起，你可以天天到我这里来陪我下棋。每天恐怕不行。这样吧，如果有时间，我一定会陪您下棋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朱先生，你的棋下得真好。谢谢你的夸奖。这半天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吧？我父亲在这儿生活了8年，收了8年的盐税，但是他想在走之前留下点记忆，所以就修了这座桥。高桥。嗯。你不喜欢吗？走吧，走吧。好。好，再见。
都是老客户了，不用客气。二叔，东华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来，把箱子给我。哦，嗨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回来过年来了？过年？拿什么过年呢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二叔，您倒是说话呀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问他吧。爹，我错了。你这个不争气的动机啊，你把朱家的脸都丢尽了你。我爹爹。二叔，别生气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别在我这儿跪，到你妈那儿跪去。春华呀，我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呀，更对不起你呀。怎么了，二叔？是不是绩溪的绸布庄出事了？我真是搞不懂，这才多长时间，也就三个月吧。怎么就会破产了呢？我也没想到，就剩这些了，只是还完债以后卖了家具剩下的。为什么呀？这是待会儿等老包来了你问他吧，我是没脸说了。老爷啊，老爷，这个季度的账做得怎么样了？快了。你把这个入账吧。哎，老爷，这个下到哪个账册里面？等春华来了，你问他吧。啊，也好，也好。老板，还有什么？少爷他赌博，还有什么？还嫖，岂有此理！我说的，难怪会这样。行了，你去吧。春华，沈娘，你是东儿的哥哥，他比你小，又不懂事儿，你就原谅他吧，啊。他比我小，也就才小几个月啊。你说他这么做，让我怎么原谅他呀？就算我求你了，沈娘，你别这样，沈娘。你让我再好好想想吧。那你答应我，好吗？行，我答应你。哎，好。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哎，小孩，你怎么欺负人呢？佳代，你喜欢江州吗？喜欢呀，我喜欢这儿的风景，还有教场里好玩好吃的。能看出来，你的生活一直是无忧无虑的。那也不是，我在这儿也有伤心的记忆。伤心的记忆？
是我母亲。爸爸，姐姐，我饿了，我饿了。啊，又饿了。小严，不好意思啊，朱先生让你见笑了，这是我的儿子。刚才看见他了。朱先生，原来朱先生就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呐。不用这么客气，不用这么客气，只能说呀，我和他有缘分。中国人讲究缘分，那天呢正好是在挑盐的路上，我碰见他了。朱先生，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。父亲打听你好久了，一直问是谁救了我们家盐。今天就留在我家里吃饭吧，表达我们一家人对你的谢意。吃饭倒不必了，等有时间吧，我可以经常陪你下棋。我有个问题，请朱先生不要介意。请讲。你不是四季春盐号的老板吗？怎么会去当盐民呢？啊，当老板啊是现在，做盐民是过去。年轻人嘛，只有经历了苦难，才懂得收获的快乐。你这么年轻就能领悟到这一层，了不起呀！凡成大事者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高桥先生也懂孟子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呐。哎，停停停，这都是杂货，没什么好看的嘛。你什么东西啊，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干什么？哎，秀兰，怎么这样？他呀不认识我。哎，二叔，你看你刚来这边才认识您，咱不懂事儿。您呢，大人别急小人过，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。不用，我不会跟这下人计较。哎，对，您大人大量。呸！谁是小人？你才是小人呢！整天跑到这里蹭吃蹭喝的，不要脸！哼！老伯，我听说他把一个绸布庄都败了，要不赶上咱们朱老板人意，像这败家子，早就被赶出门了。算了算了，都别说了。怎么说，人家也都是朱家的兄弟啊，干活。对了，老伯，听说他下面还有一弟妹。是，我在杭州念高中，还是双胞胎呢。朱老师真是有福气。哎，老伯，你见过他们吗？我都没见过。哎，不过我听张王先生说，他们的学费呀，还是朱老板给的呢。朱老板真是这个，不像那个东西。拿那拿那去吧。哎。请问四季春盐号的老板是姓朱吗？啊，是啊。哦，你们这是从杭州回来的朱少爷、朱小姐吧？是。您是？哎，我这四季春盐号的伙计啊。哎呀，这两天呢，老爷和太太老是念叨你们。哎呀，快快快，蹲下给我。谢谢。谢谢。快进来。家人都聚齐了，来，大哥，爷娘，大哥，这是我特意从杭州给你带的，你尝尝，可好吃了。香妃，你吃过啊？没吃过，但是我听说过。我听说啊，这个野生的香妃那是相当的贵的，可不便宜啊。不贵，这是我同学从老家带的，很便宜的。说便宜啊，其实也蛮贵的。我这不是借花献佛吗？你啥意思啊？我是把我哥每次给我的零花钱还有生活费省下来的。哎呀，大哥，就尝一个嘛，爹娘牙不好，他们咬不动，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。呵，我这牙口也不行了。好吃好吃。嗯，大哥，我这也有，这是学校奖励给我的派克笔，送给你。都送我礼物，不过这个派克笔我是绝对的喜欢，谢谢啊。你喜欢就好。哎呦，你们一口一个大哥的叫，我这个听大哥摆在哪里啊？啊，给我带些什么东西来？没有。没有，他是大哥我就不是大哥了。人家春华大哥现在是咱家的顶梁柱，像你呀，成天游手好闲的，还惹爹娘生气。夏华，东华毕竟是你哥，不能这样说话啊。是啊，顶梁柱啊。
这程乐清不圆房还远走高飞，这老家不知道谁顶得梁柱。冬儿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没有胡说，不信你问他自己。你听谁说的？别管我听谁说，你慢慢吃吧。冬儿。我很喜欢中国的古诗词、古玩。朱先生，这些都是我收藏的。这么多的古董啊，能看出来高桥先生喜欢逛江州窖厂。非常喜欢，窖厂有不少东西都是珍品呢。闲来无事的时候，我会把自己喜欢的中国诗词翻译成日文。那有一首诗您听说过吗？请讲。月是故乡圆，水是故乡甜，家是故乡好，饮水乃思源。这首诗好像与中国传统诗句不太一样吧？您说的没错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一首民谣，是一位父亲教给他五岁的儿子的。他告诉自己的儿子，不要忘记自己的家乡，不能忘本。感情很真挚啊。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有异曲同工之妙吗？高桥先生来江州这么多年，难道不想自己的家乡吗？非常想念。我的家乡在北海道。北海道你知道吗？就像朱先生讲的那样，月亮、水都是家乡的最好啊。所以对自己家乡的回忆是最美好的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年轻人，你一定会有所作为。谢谢高桥先生。再见，呆呆。春花哥，再见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还我钱的。你们说什么呢？佳代小姐，我是说呀，像你们高桥府能有这么一位尽职尽责的人，确实是你们府上的一件幸事。好，再见。嗯，再见。你看那边住老师，住花木。哎，好啊。嗯，我这话怎么了？哎，那年轻的哥们是谁呀？日本对他毕恭毕敬的。这你都不认识？四季春盐号的朱老板呀。朱老板，让他去拍马屁去。岂止是拍马屁，你看他那得意劲儿，还真有本事。还跟那个日本女人混上了，真不要脸。您别这么紧张，您完全是误会了。您还不知道吧？那个高桥家啊，不有一小孩吗？那是他弟弟。我当年啊救过他，所以他们对我才这么客气。哦，那我还真多想了。我以为你小子当了老板，这心就开始动了，就在外头胡来了。不会啊，您还不了解我。春花，记着，在家里还有一个结发的妻子呢。我当然忘不了。坐，坐坐。哟，陈叔妹妹啊，带了什么好东西啊？张黄鸭蛋，东华哥，春华哥可爱吃了。这春华哥爱吃，东华哥也爱吃啊。干嘛呀，东华哥？珍珠妹妹，你长那么漂亮，东华哥喜欢你。他在这儿喊人了。你喊吧，反正也没人理你。干嘛呀？干什么呀？朱春华，你打我啊你！我打你是轻的。是他先招惹我的。他先招惹你？哼。我刚才都看见了，连这种龌龊的行为你也干得出来，还好意思狡辩？
哦，你胳膊往外弯了啊？是不是姓朱啊？我当然姓朱了，正是因为我姓朱，才不愿意看见你为朱家人脸上抹黑。我告诉你，葛珍珠是我妹妹，如果以后再让我看见你对她动手动脚，小心我不客气。行啊，我知道你心中有火，我认了。太过分了，春华哥，春华哥，给你的。哦，谢谢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春华哥，真好。这是我们孝敬给您二老的。这点心挺贵的。嗯，又乱花钱。爹，娘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我和姐省吃俭用买的，这怎么算乱花钱呢？哎呀，我们这是借花献佛。好好好，坐下坐下，我啊，有话跟你们说。爹，您瘦了。爹。你有心事？你们都知道了。东华，我是指望不上了。他差点把这个家给败了。夏华，你今年18了，也成人了。爹想啊，你毕业以后就早点回来。爹把家里这摊子都交给你管，也算是子承父业啊。爹，我对做生意不感兴趣。哎，可朱家不能没有继承人呐。咱们家不是已经有春华大哥在了吗？你傻呀，你是你爹的亲生儿子。娘，不能因为我是亲生儿子就让我天天鼓捣那些闲言吧。你别看不起那闲言，你试试看，一天不迟言，你都受不了。我不想跟你们争，反正我觉着咱们家有春华大哥在，就足够了。爹，娘，我的志向是去当兵，这是我从小的梦想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跟你讲什么梦想了，秋华。你呀，虽然是爹唯一的女儿，可爹啊，一样看重你。你说吧，毕业以后想做什么，爹一定满足你。我的几个同学都出国留学了。什么？出国？一个女孩子漂洋过海？哎呀，再说呢，哎，出国得花多少钱呢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还为难你爹。爹，娘，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我其实已经考上了东京的一所大学。什么？东京？你怎么不和家里商量商量呢？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哎，这孩子。怎么了，小妹？是不是在为学费的事情发愁啊？放心吧，只要四季春在，你留学的学费就包在大哥的身上。谢谢大哥。不用谢，人各有志嘛。只要是正道，那大哥啊，一准的支持你们。还是春华大哥好。大哥万岁！哎呀，行行行行，别摇了，别摇，再摇晕了。嘿嘿嘿嘿嘿，小祖宗，嘿，昨天刚下了雨，池子水还没干呢，咋又浇上花了？我乐意。哟，看他也乐的，又碰上正高兴的事儿了。哎，爹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春华哥为了我，把他兄弟都打了。上上上！哎呀呀，这朱春华，
文绉绉的是吧？一个读书人，他能打仗了？这还头一遭听说了。因为什么了？因为他心里有我呗。呦呦呦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哎，不就因为也没啥爹。哎呦，这老爷老爷，哎，不好了，家里进贼了！好生了，好生了啊！进什么贼呀？慢慢说。我家那一坛子双黄鸭蛋丢了好几十个。什么？那是双黄蛋嘞？可不是吗？这什么贼呀？哎呦，偷什么不成？他偏偏偷老爷最喜欢吃的鸭蛋。嗯，爹，剩贼了啊？家贼吧？哎，爹，你爹上哪儿去啊？你说我上哪儿去啊？啊？那双黄蛋值多少钱？知道啊？啊？我不能便宜朱家人。爹，爹剩了。爹，哼！哎，老婆，咱这是干啥去啊？又喝茶去啊？哎，老婆，您听我说，今儿啊我实在家里有人顾不上，改天我再请您喝茶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茶不喝，我一天不舒服。哎呀，那怎么不舒服啊？啊？怎么不舒服？双黄蛋哟，您都知道了，家贼难防，怎么能叫家贼呢？那是您女儿。哎呦呦，你还替她说话？哎，听说你为了她打了自家兄弟，确实该打。我这兄弟啊也不懂事儿，我替我兄弟向您道歉了。好后生，好后生啊！啥好后生啊？这是我们山西人夸好男孩子的话。怎么说？您在夸我？既然您在夸我的话，那今儿这茶钱是不是您老得请啊？哟哟，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，老婆。哎呦，心疼。那要不咱们去医院去？你懂我。今儿这茶不喝，我看要出大事儿。得吧，我请您。上等的碧螺春，各位请慢用。老伯，看什么呢？怎么没听到烧饼糕的声音呢？哎呀，我的错。小二，哎，到楼下去，拿四个扫炉烧饼。哎，好嘞。别，买五个，嘿，人三鬼四，神仙五吗？想多吃一个就直说嘛。滚蛋！哎，不带说实话的啊。来吧，老伯。我以茶代酒，敬你老一杯。哎，有圣明汤。圣明汤，老伯，我现在是商人了，对吧？那咱在商言商啊。虽然我朱振华年轻，但是我明白，钱靠言出路，言靠钱周转。您老呢是开钱庄的，万一哪一天我的四季春言号因为资金问题周转不开了，老伯，您得多帮我。我葛某人嘛，为人守时紧点儿，不，也就是抠点儿。可是我看人，他就不会走眼。振华，哦不，现在应该称您为朱老板了。别，千万别，老伯，千万别，你叫我春华吧，这样我听得亲切点。好，春华，哎，不，朱老板，我是真没想到。这半年的时间不到，你就把这四季春言号搞得像模像样的。你呀，天生就是个当商人的材料。葛老伯，您就别夸我了，
跟您说实话吧，我这严浩啊，真是刚刚起步，还需要很多事情需要您提携。老伯，您多帮帮我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！嘿，来，老伯，我给你满上，我给你满。哎呦，老伯，老伯，谢谢谢谢。来来来，来，来，老伯，嗯嗯。来来来，挂好，三个几个，慢一点啊！王王放在后院，这个也是，哎，轻点，轻点，慢一点，小心小心，歪了，放下，好好好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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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吧，行了，来，弟兄们，大半手搬东西，接接来，来来，慢点慢点，哎呀哎哎好，来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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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慢点，来来来来，老爷你看，朱春华的堂弟，朱东华。有什么好看的？这小子就是朱家的垃圾废物。咱们可以废物利用啊。怎么利用？二少爷，朱家二少爷，到我们聚影严浩聊一聊。你请。嗯，坐。听说朱家二少爷这几天手气不太好，欠了不少账吧？往后怎么向你堂哥交代呀？吴老板，您怎么知道那么清楚？你们朱家那点事儿谁不知道啊？我就纳了闷了，明明你是朱天年的亲儿子，怎么让一个外人揽了大权了？谁说不是呢？这人家有手段，我爹又老糊涂，什么事都听他的。你现在这样子，连我们外人都看不过去了。你想翻身吗？谁不想啊？只是我现在连赌债都还不了了，翻身呐，翻过来还是一条咸鱼。二少爷，这是我老板特意为你准备的，二少爷可以回去再赌两把。这无功不受禄，我不敢拿。放心，赢了是你的，输了算我老板的。真的？慢。我就说嘛，哪有白送钱的好事儿。二少爷你误会了，这钱还是你的，我们吴老板就希望你帮我们个小忙。帮什么忙？很简单，你每天把你们严浩进出的货运单让我们看看就行了。你拿来要干什么？不瞒你说，最近路上不太平，可你们杨浩从来没出过事儿。我们吴老板就想了解了解，你们这盐是走什么路线运的？这不难办吧？这件事儿不难办，可要是让我爹和朱春华知道，我可是吃不完兜着走。我干不了这种事儿，你是轻车熟路了。吴老板，您什么意思啊？你以往去赌场的钱是从哪来的？我爹给的。恐怕是第三只手偷偷拿的吧。哎，你说这事如果让你爹或者朱春华知道了，你还能像现在这么逍遥吗？要不你再考虑考虑。我干，我干，这就对了。
麻烦你了。哦，好的，放这吧。哦，等会儿来拿。哎。这是这两天我们四季春研号的货运单，我可是一字不差的抄写下来的。嗯，好，你可以到我们的账房去领赏去了。哎，谢谢武老板，谢谢啊。老板，不好了，这两天发出去的四批货，有三批都被土匪劫了。在哪儿劫的？不是在同一个地方，可劫货的像是同一拨人，那就奇怪了。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货是往哪儿运的？不清楚。再去查。好。春华，什么事儿啊？二叔，账房先生跟我说，家里的运货单被人动过了。你是说，家里有内贼啊？内贼？那会是谁呢？二叔，我说出来，你别生气啊。伙计们都向我反映了，这东华呀，这两天早出晚归，还经常去赌场。你怀疑他？我说春华呀，他再不争气，毕竟是你弟弟吧？我们朱家人怎么也不能做吃里扒外的事吧？你呀，哪都好，就是心眼小。我心眼小。行了行了，这样，你赶紧啊，去把那个账房的门锁给我换了。我昨天晚上已经安排人把账房的锁给换了，可是今天呢，运货单还是被人动过了。这样，你呀，把所有账本，不，把柜子通通抬到我的屋里去。二叔，你不想一想，你和沈娘的岁数都大了，半夜三更，万一有点什么动静，你们还能睡好觉啊？所以啊，我已经安排老包睡到账房里去了。你呀，宁愿相信一个外姓人。不过这样也好。怎么会？哎，春夏秋冬，无言。